OK，好了，来大家，我们上课了，大家开一下 video 啊。video，OK，大家在吗？OK，Howard，Howard，开一下 video。OK，大家，我要跟你们讲一下，OK，我会再 post 一个 announcement，可是我先跟大家讲先，这个星期四。就是除夕晚了，对吗？所以星期四开始我们没有上课，OK？这一个星期啊，星期四我们没有上，星期五是年初一没有上，OK？星期六呢，我们还在考虑着是没有上嘞，还是要怎样，还是会补回，还是怎样？这个我还在考虑着啦哈，我再给你们知道，OK？星期六哈，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星期六上课的话，你们应该是没有在干嘛的，是吗？大家，星期六上课 OK 吗？OK 的，讲一下，就是原本的课的人啊，你可以给我知道一下，有问题的跟我讲，因为可以的话，我们就不补课，就直接星期六招生了咯。星期六是 account 跟 MS，所以 account 跟 MS 的人，不过我也是其实我忘记问狗狗了，这个东西。我要问一下狗狗啦哈啊，如你们应该是 OK 的，是因为没有去哪里哈，因为那个就是 account 跟 MS 的老师，我要再跟他们讨论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看会补回还是怎样啦哈，因为我打算放真正放是2天吧，所谓的放就是没有补回啊，因为是公共假期，就是拜四和拜五咯哦，所以这2堂课你们注哎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拜五的课你注意啊，还就是我们没有上就对了，OK。拜六我会再给你知道啊，大家知道一下啦哈，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知道现在问我啊，OK，然后我今天呢今天是 essay 的课来的，OK，就是本来要写的啦哈，但是今天我没有给你们写，因为上一堂课有一个这个 exercise 1.2哈，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所以我想要保留今天做，OK，这个 essay 我还是今天的课是 essay class。因为 alternate weeks 啊，我们会上 essay 嘛，所以我会跟你讨论一下一个 essay 咯。然后我有拿一个作文范文出来给你看。OK，首先我们看 speeches and talks。OK，这一篇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了，but 其实这里是主要是关于那一个它的 format 罢了啦哈。我给你的 example 是另外 set 来的，你可以看到在 Google Classroom。我给你的 example 是the danger of 什么 social media 还是怎样的啦。好像是，等下我再开一下，OK，因为我要看时间，OK，so format 哈，大家应该很熟悉哈，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要记一些 format 啊，知道吗？大家，我们要记一些句子 for speeches and talks，如果就是一些 speech，如果他叫到你给 speech 啊，你已经有一个惯用的方式去写了啊，这样会比较好，你就不用烦了，知道吗？OK，所以这一 set 呢就是。SBM essay speeches and talks，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part 哈，就是它的第二面呐、啊，是教我们关于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的啊，你可以参考的 ways of beginning a speech，怎样开始写，或者是 ways of ending a speech，怎样结束啊，你可以参考的。OK，说、so、它的format 其实没有很难啦，这个哈，这个 format 大家都熟悉啦，就是你要有 greetings，然后你要有你要谢谢他们就可以了咯，其他的我相信你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啊，这一个范文呐、啊、哈，我会简短的带过先，因为我要给你的范文是另外一个。So greetings，你可以讲 good morning 啊、to the principal, teachers and friends 啊，因为我了解，可能你会想要多一点字，对吗？你记不记得你的考试的那一个 format 啊？有3个作文啊，短、中还有长啊。好像是几多个字了啊？80个字，还80到100啊，然后100到150，还有一个是250的，是吗？总之有短、中、长3个作文呐、啊。OK，所以你要看这个是中的作文，这个不可能是短的了啦，这个可能是中或者长的。多数我看 speech 的话，应该是长篇作文。所以我也理解到，可能你会想要多一点点字眼，有一些人对吗？你可以讲 Good morning to the principal, teachers and friends，全部人那你称呼一下啦。OK。所、so, 以你一定要提到你的 topic，还有你的 introduction。哦，topic 跟 introduction 哦，基本上是你讲，哎，为什么你站在这边啊？为什么你会去给这个为什么你会站在那边演讲的，对吗？
然后你要讲你的这一个 speech 的题目，为什么这个题目是关于什么？你今天要讲关于什么？这两个算是开头咯，哦。I thank the school， 所以你可以先讲这个，你可以记一个 speech 啊，它的开头记起来，每一次写你都用回一样的就可以了。I thank the school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啊，我要谢谢学校，通常都是这样啦。如果你是学生还是你是学长之类的，你都会感谢学校给你这个机会站在那边给一个演讲这样了哈。I thank the school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啊，给我一个机会 to give a speech。Give a speech regarding study techniques， 关于 regarding 啊，我们每次用到的，在这一个 speech 里面 talk 里面，因为你每次都会讲嘛，你站在这边的演讲是关于什么 regarding 什么咯，这里是关于阅读技巧咯，所以他讲 friends with exams around the corner， 所以通常你可以先看一看，讲一讲那个题目关于什么东西啊，可是这个很 明确了啦， study techniques 是什么啊。所以你就大概给一个开头了哈 ，Friends with exams around the corner， 你熟悉 around the corner 吗 ？Around the corner 就是讲快来临了，对吗？around the corner 三个字啊，快来临的 ，OK， 就是考试要快来临了，快要来临了。We find that we just have too much to study，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 find that 不是找到啊，是发现啊，我们会发现。哦，就是哎，要读的东西太多 ，and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There is 是有还是没有啊 ？There is not 就是没有啊，不够时间了哈，没有足够的时间。Do not worry, you are not alone. 哎，不用担心，你不是只是你会感觉到这样。他讲就是讲大家都是这样感觉的哈。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use correct study methods.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阅读方式了。所以接着是你的 body of speech 啊，你的 points 哦，看题目要你写什么啊，要注意那个题目啊。Studying for exams entails memory， entails 是需要啦，就是我们需要所以就是为了考试阅读呢，就是需要到我们要背哦，memorizing 背啊，背很多的。这个很大量的 factual information 啊，那些资讯。Unfortunately,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study, 很不幸啊，很多我们所读的东西啊 is presented as words on pages, 都是在一面一页一页的字眼来的，他讲，就是都是字来的啦。Often, 你可以这样用，很长的。Most students choose study methods such as making short notes, 啊，很长呢，很多学生都会选择一些阅读的方式，比如说做短笔记咯，短短的笔记是吗 ？To remember key information， 用来记这些重要的资讯啊。Key information，key 代表重要的啊，在这边知道吗？首要的、重要的。OK，key、okay? 重要的资讯哈。Repeating 或者是他们会一直重复 ，or verbalizing 或者是念出来。Verbalize 就是把它读出来、念出来，因为你都知道嘛，读出来其实会比较。记得的是吗？我跟你讲过verbalizing the information studied and using memory tools， 或者是用一些记忆法。Memory tools 就是记忆法 ，tools 是方式啊。To help retain the information，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哈、保留啊 ，retain 保留着那些资讯在我们头脑里面。OK， 这个我是快快的读掉它吧，讲掉不了啊，因为等下给你另外一个东西。OK。Okay, memorizing a va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哦，对咯，很多的，大家看一下，你要写东西啊，因为我讲你要交 submit 你的 work 的哈 ，OK， 所以你记录到什么你就记啊。Okay, large amounts of， 这样难的，这个啦。Okay， 很多，还有什么呢 ？A vast amount of， 很多也是，还有吗？刚才我还有讲到什么很多的吗？Much of the 是多数啦，也是很多，这个也是很多。Most 就是多数，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吧，也是很多的意思。Too much 你懂咯 ？Too much 就是太多了，是吗 ？OK， 我们再看啊。Can be overwhelming， 他讲要背很大量的资讯呢，哇，可以是很惊人的，你知道吗？很 overwhelming 就是很吓人的，差不多是吓人了。OK， 太多了啊，所以很吓人。And that is why students should resort to 就是使用，
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呢？学生应该要使用一些记忆法了 ，such as mnemonics。mnemonics、哦、就是把前面的第一个字，好像你要记五个字，五个 point 啊，你把他们的第一个字全部串联在一起，你知道吗？啊，如果呢，这一篇呢，然后你好好去读的话，你其实每次考试也是很爱出关于 studying skills， 你知道吗 ？study methods 啊，你也可以用啦哈、啊，这个方法，它叫 mnemonics。就是你可以写在你的作文，给你看一下 mnemonics 啊是什么啊？mnemonics 好像你记科学还是什么 ？OK， 这里有什么嘛哈 ？mnemonics to metals 是吗哈 ？reactivity OK， 我唯一现在想到的是这一个，因为我们用很多的。你记不记得科学有这个东西啊？啊、potassium sodium calcium magnesium 是吗？所以他用他的第一个字 PSCM 什么啊，他讲 Please stop calling me a cute zebra 啊什么啊，比如说这样，这个是一个 mnemonics 的方法了，明白吗？啊，所以呢他讲 OK， 其中的方法就是这一个了，用 mnemonics。 所以如果你记得这一个方法，你赶紧做了你可以写 OK。 所以有的学生呢，他们会使用这种记忆法，比如 such as 就是比如啊，比如 mnemonics to encode 来、encode 就是 包含起来、啊、encode 把它变成一个 code 叫 encode OK 把它编成 OK 编制成这个没有华语啊 encode 是编码了咯、啊、把它 变成一个号码这样的意思 to encode difficult to remember information、啊、这个很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习惯、你理解的话啦哈，我们可以把一组的字、哦、串在一起来解释，把它们变成一个形容词来解释这个 information 这个字。Difficult to remember 就是很难记，对不对？很难记得，你看它变了形容词了，很难记得资讯。OK、啊、difficult to remember information。如果你没有横啊，就完全错了的，没有这样的东西的。OK。如果你会你可以用，不会的话不要用。Okay, in a way that is much easier, 它就变成更容易用的方法了、啊、更容易背了。Making notes is another memory tool, 做笔记就是另外一个记忆法啦。Memory tool, 你看啊，有 mnemonics, 有做笔记都叫 memory tools。So memory tools not only help to reduce the time, 它不单只呢可以帮我们减少我们所需的时间，对吗 ?required 所需。啊、不单只可以帮我们减少所需的时间啊 ，to memorize facts， 去记那些重点哈、哦。They also help students to retain the information， 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啊，就是保留那个资料啊、资讯啊 ，for a longer time， 可以保留长时间一点。OK， study methods vary for each of us， vary 就是不一样的，所以。阅读的方法、哦、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What works for a particular student particular 就是某个 okay, 对于某个学生有用的东西 works 就是有用的咯 May not work for another 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是没有用的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tudy methods that can work for most of us 但是呢他讲然而、啊、有一些方法呢可以就是我们多数人都可以用的啦、啊、所以 it is up to each one of us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所以呢是要看我们啦 up to each one of us 看我们每个人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去参考、哦、去了解这些 study methods 哪一个对我们最好咯 OK with that I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my speech 大家看一下结尾啊所以这个结尾是蛮万能的哈你讲完了讲了 conclusion、哦、然后你就讲你就不是只 thank you 如果你没有记这一个你就只是 thank you 不了了对吗你可以记这一句因为全部 speech 都可以用所以你讲就这样我讲完啦谢谢你啊，他讲的是 with that 就是 with that with 这个 conclusion、哦、with that I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my speech 啊，我已经到了尾声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诶很好用啊你不是只是讲 thank you 了现在哦谢谢你们的关注啊，你们的就是专注。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所以这个结尾你可以记起来啊，你可以自己写下来，到处哪一个 speech 都可以用。OK， 或者呢，再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还在吗？大家给我一个 reaction 一下，还在吗？大家 ？OK， 嘉怡、伊恩看到了，小莹、伊恩。
还有谁？先拼 OK 啊，永成 Howard 相应哎，嗯 ，OK 相应我看到了，嗯 ，Howard OK 来，哦，因为我讲一下，我教一下你们啊，因为我知道，只是我在讲很简的，我知道了 ，OK。Ways of beginning a speech 啊，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如果你们有 printer 哈，你可以 print 这一个出来，你自己找一下哪一句你自己本身觉得好用。因为该我们都讲了嘛 ，What works for a particular student may not work for another 哈，对一些人有用的，对可能别人是没有用。所以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我能做的啊，就是给你一些蛮好用的，你自己还是要找一个适合你的。有些很好句子可是太长了，那个人根本背不到，也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是不是？所以你找一下你适合你的、啊、大家 OK 我们看一下开头 OK ways of beginning a speech 我们可以讲开头，所以当然你先讲了那个哦 good morning 还是怎样啦 to the principal teachers and friends 哎，大家 principal 你可以用的啊，我讲一点点东西啊，哎，怎么没有出来的，哎，校长你可以用的，因为校长只有一个，注意啊，我不要连这些东西都错啊，所以我要讲一下，校长只有一个你可以用的，老师不止一个，所以不要用的了啊。如果你讲 the teacher， 这样是哪一个老师哦？我在讲所有的老师，对不对？所以我只是用 teachers as 就好了 ，and friends， 当然这个更不可以的啦。OK， 所以你讲 good morning to， 最简单的啊。To the principal, teachers, and friends, 就是这样罢了。Okay, and my fellow friends 也是可以。So 他们不是你的 student， 你不会称他们为哈你，他们是你的朋友啊，因为你是学生嘛，是不是 ？OK， 最直接的啦，最简单、最直接的。OK，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方法去开始一个 speech 呢 ？OK， 他讲 make a personal reference in your introduction， 没有 你就讲哎，谢谢学校、哦、或者是给你一个这个机会在这边啊等等的然后呢，他叫你讲一个跟你有关，就是你跟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在这边讲啊？可能你考试考得很好了，你是模范生 valedictorian 啊，还是怎样啊？所以你就给刚才的 speech 啊，是不是？或者是这个讲关于戏言的，他讲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我很开心可以站在这边。这句你也可以用嘞，看到吗？你当然很开心站在那边啦，你什么作文都可以很开心站在那边的，什么演讲都可以，对不对？啊 ，OK， 然后你再接你要接的东西。As a person who once smoked up to 2 packets of cigarettes a day， 这个人为什么啊？他可以讲这个题目呢？因为他曾经呢也是 once 就是以前啊，曾经啊，他一天呢要吸两包烟了啊。他讲，身为这样的人呢。I have suffered from th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of smoking. 我呢就承受了很多很不好的 adverse 就是不好的很恶性的叫什么呢不好的健康影响咯就是吸烟的健康影响。所以这个人可能是哦因为他吸烟太多他生病然后他现在好了他就给人讲之类的对吗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跟那个题目拉拢在一起先为什么你站在这边讲啊啊 OK, 或者是可以做什么啊Refer to the subject of problem， 直接或者是你直接进入你要讲什么东西。My talk today is regarding， 刚才我们是不是学 regarding， 或者是 is concerned with， 啊，这个两个字要起用啊。OK，is concerned with， my talk today is concerned with， 还是你直接这样一起整个一起用了哈。啊 ，the plight of our environment and how to safeguard it。啊，就是关于这一个环境的，他讲我今天的演讲是关于啊这一个我们的环境的处境 ，plight 是处境 ，OK， so is concerned with 是关于，你可以用，或者是 is regarding 也是可以啊 ，OK， 可以接着啊 ，make a general statement， we read about road， 哎，或者是你就讲一个啊，最近呢这个东西越来越严重啦啊。平时我们写作文的开头就是很 general 的 ，We read about road accidents every day， 每天我们都会读到这个新闻关于这个车祸的。They are all over our newspapers， 我们的报纸上到处都是哦。And they also appear in the news， 新闻上也会出现哦 ，on radio and television。哎，这个也是好用其实。如果你在给的讲座是适合用啊，比较全国性的啊，你知道吗？
大家每天都会发生的、啊、诶，你可以用这一句的哦。 OK，make a startling statement， 讲一个很吓人很惊人的一个句子。Startling 就是比较惊人的。 OK， 这个是比较属于 creative 啊。如果你的语法已经是不错了 OK 的，你可以开始有这样的比较 creative 的 writing 了，知道吗？好问。OK， 写好一点啊，不代表啊你已经很好聊了嘛，对不对？我们一定好，还有更好的，我们要写更好的啊。所以你的 grammar 那些没有太大问题了 ，OK， 你就 aim for 更好的更 creative 的句子咯啊。OK， so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你知道这个吗？大家，世界卫生组织啊，关于疾病啊，关于什么什么传染病啊，关于有没有卫生啊。关于那个针打针啊那些，哎，都跟他们有关的哦啊。So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啊，你也可以挂糊，如果你知道它的这个 short form 的话 ，WHO Malaysia。So 根据这个卫生组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说马来西亚 is ranked sixth， 我们排名第六啊 ，among Asian countries with high obesity rates。如果你知道你才写啊，大家，你不知道不会写啊。这些资讯哦。你不可以猜的，你要肯定才可以写。如果你肯定，你就可以写。你有读到的话啊，所以他讲马来西亚排名第六啊，在亚洲国家就是有很高的肥胖症。其实我现在突然间看到哦，好像不是，我们好像是排名第一。我找一下，如果你知道，你就可以写。OK， Malaysia rank Malaysia 什么 obesity city rate 啊 in Asia。我找给你看啊，我记得我读到第一名了的，我们已经拿第一名了。嗯 ，Malaysian， OK， 看一下。如果我们懂这个，哎，这样我们可以写了哦，下一次对吗 ？Southeast， 哦，亚洲可能不是第一名，应该是东南亚第一名哦。我找一下 ，Obesity in Southeast Asia， 看到吗？马来西亚是不是啊？等下啊，他还没有讲到第一名，他只是讲我们差不多四五十八千的人口是肥胖症的。你看啊，44.2 ，OK， ASEAN， 对呀、啊、对呀、啊，嗯 ，OK，ASEAN、okay, 是叫什么啊 ？ASEAN countries 啊，你知道 ASEAN 吗？大家哈，东亚国家，我忘了东盟，我们叫东盟，什么什么什么东，什么，哎呀，想不起了。就是 Southeast Asia 的国家的那个啊，马来西亚排第一名的，是咯，是咯 ，ranking 哦，要找那个 ranking， 我找了啊，这样你下次可以写啊，如果有用到 ，OK。Vietnam and India have the lowest rate of obesity in Asia Pacific。越南跟印度是最少的啦 ，OK， 最最低的，没有肥胖，没有什么肥胖症。马来西亚呢？OK， in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 大家你可以写了，这样改天，因为你有读到了。OK， 就是在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region 啊区 region， 马来文叫兰道，知道吗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这个区哦，我们有 highest obesity prevalence 或者是 rate， 嗯，就是 ranking 的话是第一名的，知道吗 ？OK。所、so, 以这个我不确定他讲的是几时的，不过他讲的是整个亚洲啊，整个亚洲我就不懂了，该我们找的是东南亚 ，OK， 所、so, 以你可以写 ，OK， 所、so, 以他讲 Yes， ladies， 所、so, 以你可以讲一个很惊人的东西来开头啊，讲 Ye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fast becoming a nation of fat people， 他讲是的，各位，我们很快的已经是一个哦一个肥人的国家了，他讲 a nation of fat people 啊，你知道吗 ？Nation 是国家 ，OK。或者是你的开头，你可以放一个名言啊 ，famous quotation or proverb。如果你懂任何的名言的话啦，啊，不懂的话就算了啦。OK， 这个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啦。有什么名言哦？你听过的，有时你看到，哎，你觉得很有趣的啊，哎，你跟他记起来啦，短短的也是 OK 的，可能会有用到的，在你的作文哦。开头可能没有用到，你结尾也可以用啊。OK。Ways of ending a speech， 如果我们要结尾要怎样啊 ？OK， 你可以 summarize your main points， 你可以缩短你该讲的那些 point， 比如说哈、哦，你中间有三到四段的那个 point， 对吗？你可能有三到四个 point， so 你在结尾啊，你重讲那个 point， 不过你简短的在一句里面，因此呢，这要解决这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包括了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
这样咯，你早讲我嘛，你看到他讲 remember there are several ways of becoming successful students 啊，记得大家要成为成功的学生呢是有好几个方法的，首先我们要 set goals， then 接着哦要我们要 motivated， 我们要 be motivated， 就是我们要有动力啊。第三我们要专注啊在课室，还有最后呢要 be organized， 要有 organized 叫什么啊，要有条理的，就是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时间的。你看简短的这样 summarize 你的四个 point 啊，三到四个 point 啊， OK， 或者是你 challenge 人家啊，你可能挑战人家，我挑战你去做这件事，比如说挑战 OK， 或者是 appeal 就是请大家跟你一起做，比如说你讲 OK， 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 OK， 我在卡是吗 OK 啊，所以他讲哦， We have inherited the earth， 他讲我们得到我们传就是传承到了这个地球啊， From our ancestors， 从我们 祖先传到给我们， To be passed on to our children， 接着是要 pass 给我们的孩子的，因此呢 Let us 一起，就是你在叫人家跟你一起做这件事咯。 Let us make sure 啊，让我们来确保 We pass on an earth free from pollution， 我们会传一个没有污染的地球下去给我们的后代啊，一起来做这件事咯啊。你可以要求大家做这件事跟你一起 OK， 或者是一样 Provide a famous quotation or proverb 啊，你有什么这个名言放下去也是可以 ，OK？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丢下去，预防胜于治疗，丢下去啊。如果你在讲健康的东西 ，an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s away， 哦 ，OK 吗？对不对？啊，也是可以，不过要有关系的才丢啊，没有关系的就不要啊。OK， 大家，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我要跟你讨论一下的关于 speech 的东西 ，OK？ 我希望你可以有机会用到。我放的另一篇是关于 danger of social media， 我看一下几时我再跟你讨论那一篇 OK， 然后呢现在啊大家这个 grammar OK， 我讲一点点啊 OK， 上一堂课我给的，所以如果你有 print 你已经 print 了的啦，没有的话在这个 Google Classroom 我也是有 attach 下来在这边啊， grammar 1.2 来的，大家听啊，因为这个你要做先了啊，等下 OK，一 B 二 B 三 B， 我们看一下他讲什么。一 B anger， 我们现在要读要讲关于有 S 动词啊，什么时候放 S， 什么时候放 ing 哦。OK 啊，不用死背，我们先理解一下先。Anger makes us do things we regret later。他讲生气呢，生气啊，会导致我们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后悔的事情的啊。所以为什么有 S 的？因为 anger 是属于。在哪里啊？他用 uncountable nouns， 知道吗 ？OK， 首先啊 ，singular noun 啊 ，he she it，OK，、okay? 不懂的要听啊，不熟悉的要听啊 ，he she it， 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东西 ，the painting 看到吗 ？the painting 一个图片罢了吗？是不是 ？enhances 加强了那一个房间的美，他把房间更变更美了，这样，所以有 s 哦，因为那个图画一个图画罢了。如果还有一个情况要用 S， 就是不能算的 uncountable noun 或者是 collective noun， collective 就是一群，好像 the jury 是 评审团们、啊、是吗？对，评审团一团人算一，理解哦 OK， 如果他讲两团评审团就不一样了啦 OK， 不要这样死板啊 OK 啊，一团人算一啊。Music 算不到，算一，记得啊，算一的话就是你的动词要 S 了 OK， 二 B 我们看一下 Ross is replacing the washer of the kitchen tap， Ross 正在 replace， 正在换新的啦 replace 就是 OK， 大家 is ours were 后面 ing 我相信你很熟啊，对吗？ is ours were 后面 ing 啊， M 也是啊 OK，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 will be， 哈 ，will be 呢，有时如果是在讲以后 ，will be 有时是 ed 的，不过 will be 如果是在讲将会，就要放 ing 啦。注意 ，OK？ 你看它例子 ，the airplane 那个飞机呢 ，will be making a brief stop， 它将会做一个短暂的停逗留在 Dubai 啊 ，in 20 minutes 就是20分钟后 ，will be making a brief stop。I will be going to 哪里？我将会去哪里？这样咯 ，OK，OK。Okay?
OK， 第三啊，所以 is our was were 还有 will be 后面可以 ing 啊。OK， 三 B， the man rushing across the road are medical attendants， 全世界看这边。OK， 看啊，全世界啊，看这边啊。OK， 我要刮胡一个东西给你看啊。这一个呢，其实是这样看的。喂，这么破啊！现在五点半了哈，阿破怎么现在进来啊？哎呀 ，OK， 大家看啊，我刮胡的东西暂时放一边，不要看见啊。OK， 看这个 the man， 然后看这个 are medical attendants， are medical attendants 就是叫叫什么啊？就是医，他们不一定是医生，但是可能是护士哦，可能是急救员。OK， medical attendants 啊，就是做关于这个医药的东西的。啊，医务人员 ，OK， 叫医务人员。大家注意啊，全世界看这边啊，啊，还有杰翔，因为刚刚一 B 跟二 B 大家都会的，这个第三的 B 有一点点新的东西，不是讲新啊哈，比较少看到。看啊，我挂糊的东西暂时不要看见。你看我 highlight 的东西啊，那些人是医务人员，很顺哦，这句子哦。所以什么时候放 ing 呢？你要解释那些男人是谁的时候啊 ，rushing across the road 是正在过马路的，正在过马路的那些男人是医务人员。倒转回来看的，理解吗？这样的话，大家正在冲着过马路，冲着过马路啊，这个是正在冲着过马路的那些人是医务人员，这个时候也要放 ing。你会发现这个字前面没有 is our was were 的哈。因为他的意思是这样，倒转回来看，他在解释前面那个人，可以吗？大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啊，都可以这样用的。OK， 再看一个例子啊，因为还有五分钟啊，还有时间。OK， 而且杰翔刚进来，看我们看他 example 啊，再来啊，大家，我 highlight 掉那个中间多出来的解释啊。OK，the man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注意看，就是哦，站在门口的那些人。Look suspicious， 看起来哦很可疑嘞。还有个东西，全世界看这边，看这边啊，这个字也是动词吗？对不对？它有没有 s？ 请你看回这里的人多还是少啊？看到吗 ？The man 几个人啊？是不是很多人？多人的话不要 s 哦，看到吗？再看多一个啊 ，Who are standing in？ 哎，这个怎么一样的？哦。哦，一样的，是因为两个方法都可以用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或者是 who are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都可以用，两个都可以用一样意思的。 OK， 看第二个例子啊， addressing the group of visitors 是这样啊， addressing 就是去招待去接待。 OK， 他讲哦， the boy addressing the group of visitors is one of our prefects， 注意全世界在我们 break 之前全世界看啊，这个是 is 还是 are 呢？请你看回这里几个人，看到吗？我画起来的，看到哦。啊，所以他意思是什么呢？正在接待那一群人的那个男孩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巡查员来的，可以哦。哎，怎么这个巡查员有 S 的 ？Why？ 因为 one of 啊是多人的，不是多人啊，就是讲他是我们巡查员团里面的其中一个啊，所以那个 one of 后面一定有 S 的那个东西 ，OK？ 可以吗，大家？可以吗？大家，这个 is 还是 are 呢？就请你看前面那个人啦。OK， 大家，现在的时间是 OK， 这个有 practice A， 他叫我们打叉掉不要的东西，等下我再问你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的话啊，你看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就可以聊，这个应该很简单。OK， C 是 the verb in the box should be at one of the two places marked。OK， 这个 does 哦，他是在讲啊哈，这个 does 啊要放这里。还是这里 ，OK， 理解吗？就是它会指两个地方，你要看要放哪里，这样罢了。然后这个啊，the mistakes，OK，、okay, 这一个 the mistakes in the unit have been underlined， 它划线的都是错的，我们要写对的，这个也是 OK 的 ，OK， 这个是划线一些有错的句子，它有错的句子只有剩下五句罢了，哦，然后你要放把它的动词改对它。就是要放 s 还是放 ing， 这样罢了。OK， 现在时间呢是5:37啊，就差不多5:40啦。OK， 你5:50回来啦，大家5:50回来啊，接下来也是啊。OK， 5:50见，去做到多少就多少。
5:50啊，全世界啊。